小我们就听过夸父逐日这样的神话故事，从没能躲开中国科学家的眼睛。比如说夸父一号，我只知道他是奔着太阳去，但是为什么要发射一颗卫星看太阳呢？你不了解这些事情，那我只能说这应该是我的失职。太阳打个喷嚏，空间可能就下雨。太阳活动是空间天气的源头。太阳脾气反正不好。极光跟太阳风有关系吗？空间天气和普通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那是你感觉不到。太阳耀斑、日冕物资这些暴风骤雨，那对我们地球空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有一天你们能够遨游太空，请关注空间天气。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100位云端观众，也欢迎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4位毫米青年，欢迎你。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从小我们就听过一个神话故事，叫夸父逐日，这样的神话故事从小就吸引着孩子们去探知这个世界太多的未知，也从没能躲开我们浪漫的中国科学家的眼睛。比如说今天我们将要介绍的一颗卫星，名字就叫夸父一号，因为它叫夸父一号嘛，它一定是奔着太阳去，但是为什么要发射一颗卫星看太阳呢？太阳那么大那么亮，在地面上用仪器就已经足够观测到太阳的很多特征了，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专门设计一颗卫星，并且把它送到太空，让它在太空中去看太阳？所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了一个权威的解读者，在夸父一号成功送上太空的背后，也有着他太多的努力和艰辛。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志，有请王院士。赵老师好。王院士您好，欢迎来到开讲。您好您好，来有请。谢谢各位，请坐。我还记得我们节目组第一次邀请您的时候，给您发了一封邮件，结果很快第二天回复就来了，说别闹了，正发射呢。不会这么写吧？就是开玩笑，就是，但是能感觉到那个时候，您的所有的注意力、重心全都是放在发射场。应该来讲，就是发射夸父一号。就是哦，就是夸父一号那次。就是夸父一号。对，夸父一号是10月9号发射。您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卫星去追太阳，这就是刚才我们的疑问。太阳这个一抬头就能看见的，还用发射一个卫星上去专门看吗？地球是有大气的，嗯，所以很多一些波段是不能透过大气层的，比如说我们一些短波的波段 X 射线，哦，我们在地面上是观察不到的，所以眼见为实也不一定。对，这是人类的眼睛的局限性，我们的仪器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睛的感受的范围啊。嗯，比如说你看不见这个 X 射线，嗯，但我们可以用 X 射线机去拍照啊。嗯，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啊，我们在地面上看不全太阳。嗯，第二个理由，我们对太阳我们要看得详细啊。嗯，要准确啊。嗯，但是我们如果在地面上的望远镜，由于受到我们这种大气的扰动，所以它的这个准确度、灵敏度，嗯，就比天上的条件要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要更好地认知我们的太阳，我们就得到天上去。您觉得现在我们大概对太阳认知是一个什么程度？应该来讲，嗯，太阳是我们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嗯，我们对太阳的了解应该是比其他的这种恒星啊
要多得多，认识要深入得多，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太阳的内部的结构，我们能知道我们太阳的磁场的变化，我们能知道我们太阳上它的这个大气的一些这个特征，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太阳上有一些爆发活动，它这些爆发活动怎么来的，它的能量来自于何方，什么时候能够产生爆发活动不知道，这也就是我们夸父一号要去探测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所以夸父一号是身兼着非常艰巨的任务。对，它是专门研究太阳活动，太阳活动是空间天气的源头啊，所以它也在研究空间天气。空间天气这四个字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空间天气和地面我们说的这个普通的天气，打雷下雨、刮风下雨，有什么不一样吗？你问的问题很好，你说你在事先不了解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失职啊。好吧，这个直接把责任就推给王院士了。中解开了我们几个基本的谜团。那么今天在您来之前，我们节目组呢也根据对您的了解，我们为您定制了几个关键词，您看看是否能准确地描述您心中的自己。追风者指的应该就是您追这个太阳风，就来自于我们太阳的高速粒子流，感觉像风吹过来，像风吹过来一样。对，但是它不会有在地面上这种风吹过来的这种气流的感觉，是吧？啊，那是你感觉不到，我们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会感觉是感觉得到的。对，比如哎，像那个极光，它跟太阳风有关系吗？有关系啊，这个太阳风的这个粒子，它沿着磁力线。就能够进入到我们极区的大气层，它一能量一释放就是我们五彩缤纷的极光，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太阳风。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地面上唯一可以用我们的肉眼能够感觉到的空间天气现象。所以追风者说的就是您的研究一直也是在追随着太阳风的足迹。接下来现场四位好问青年，每个人根据你们感兴趣的一个关键词，可以向王院士提出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我叫曹喜成，您是研究空间物理的追风者，我是带着一群好奇宝宝追逐星辰大海的追星者。
在天文课上，孩子们会有很多奇思妙想的问题。今天呢，他们知道我来到现场，又给我投了上百个问题，我从中挑选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做成了一个盲盒带到现场，然后替孩子们请教一下二位老师。请教二位老师，我对不起啊，我不参与这个事儿，都是老师，我回答不了任何问题，都是老师，我别再把这孩子们带沟里了。这都是估计孩子们平时问他答不了的问题。我也不一定没答得了。孩子们说，哎呦，今天要来见高手，就把这些问题都总结出来。您随便抽吧，您也甭看，对，也看也看不清啊。孩子们的写的字，随便抽一个。从您的表情感觉这问题非常重大呀，这个问题。王院士突然面部的笑容凝固了。对，我来帮您念吧。在太空中会不会因缺氧而窒息导致晕过去？那你要不戴面罩呢？对，其实我们萨老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实在，我蒙对了吗？不是，在太空中不能说100%的没有氧气，是说氧气非常非常非常的稀薄。你如果不在空间站里面，你如果没有宇航服来给你供氧，你窒息是必然的。那就不是晕过去的，那不是晕过去，那就致命了，那是有生命危险啊。所以航天员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他们这个空间站里的氧气含量。再耽误您一分钟，因为我看见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也特别好奇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宇宙中有黑洞，这个孩子问，宇宙中有白洞吗？怎样才能发现白洞呢？这是给我们天文学家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研究黑洞，它像一个起点。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光，光线逃不出来，都逃不出来了，所以你看不见，所以就你看不见，它就是一个黑洞。但是有没有相反的过程呢？理论上说是有的，但是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看见过白洞。就是如果真有白洞的话，那是所有的光从里面出来了。对，出来了。但这个回答啊，我这个不权威，这个需要由我们的这个天文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面对孩子的问题，您也不一定保证不出现知识盲点。那这是肯定的，我又不是一个神。那我就平衡多了。我记得我女儿在很小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她说，这个爸，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呀？我这是漫不经心顺口就说，这个人就是猴子变来的。然后他下一个问题我就开始蒙圈了，他说，现在这个猴子怎么不变成人呢？对呀，对呀，发生了什么？这猴子就对，现在这个就满足了呢？猴子怎么就知足了，就不再往前走了呢？对啊，我这个脑子一片空白啊，因为我又不是学生物的，也不是学遗传的，对不对？啊，我后来就只好说，你别着急，等你长大了，你自然就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一时答不上来，鼓励孩子自己去探索，去回答，说不定他就是我们下一个牛顿，下一位爱因斯坦。好的，谢谢。王院士好，萨老师好。你好，我叫陈玉成，我是一名追火箭、拍火箭的摄影师。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拍摄并记录了近十余次的这个火箭发射。哇！
为大家不知道这个火箭发射的具体时间呢，大家早早的就在早上就去等待的火箭发射，那将近8个小时的等待，天气不好的话，云很厚的话，可能几十秒就消失了。那这样一来，大家就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99%的这种等待的焦虑和痛苦，一下子就被1%的这种自豪和快乐这种震撼感所冲掉了。那我想提问王院士，在发射场的时候，您这种快乐和痛苦的比例是多少？你在前面啊，等到我们火箭这个升空，我估计也就等几个小时。嗯，对对对，你都觉得很痛苦。对对，那我只能说，你这个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啊，你知道我们要研制一个卫星，研制的周期有多长吗？一般来讲都是4年以上，从立项到研制卫星，然后到我们最后把我们卫星送到我们的发射场。我们在发射场啊，大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不停地去测试卫星的功能，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预案，万一出现一些情况，我们怎么办？预案有多少了？一般来讲也有几百项。真正的到发射的时候啊，我们所有的事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但我们心里的这个重担就压在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啊。就像这一次啊，我们夸父一号的这个发射，嗯，在我们国庆之前啊，我已经到了这个发射的现场，紧张到什么程度？嗯，是这个鼻子上生痘，口里面溃疡，我连引咎辞职书啊都写好了啊。因为这是说您是定海神针吗？啊，我偷偷写了吗？啊，到现在这个都没告诉任何一个人啊，所以这是压力是巨大的，对吧？然后您偷偷把那个辞职书就撕了是吧？啊，不能撕。那也是我心中的定海神针呢。如果发射不成功，那我得扛起这个责任，啊。发射的指挥长宣布，啊，我们这个卫星发射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我立马觉得我口腔溃疡就好了。啊，所以我觉得，在成功的那一刻，啊。以前所有的痛苦都已经不存在了，啊！不要说比例的话，我觉得成功的喜悦100%。这正是我刚才从王院士的讲述当中感受到的。就如果说这个痛苦、这个煎熬、这种焦虑还能量化的话，但最后那一刹那的成功。包括未来我们的卫星在天上源源不断地发回各种各样的科学的数据，支撑着你们的研究，那种幸福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对，是远远超过当初所有付出的这种艰辛。两位老师好，我是李科人。你的名字就叫李科人是吗？对，就是很理科。他就是理科。你以为他是介绍自己的专业呢？对，我以为说他是理科的。我也是愣了一下，发现哦，不对，他叫理科人。对，我的姓名是理科人，然后我的专业也是理科。嗯。然后呢，我就读的专业是应用物理学专业。因为我本科期间呢，其实主要进行的是一些基础的理论学习，对于真正的科研是怎么样的，我还是非常好奇的。然后呢，我也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展开了一些讨论。科研就是在自己的领域做一些别人也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成果。如何耐得住寂寞，如何耐得住孤独，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科研的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读完博士生就已经27、28岁了。博士生其实只是科研领域起步阶段。可能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自己变胖，头发变少，变黑。
怎样做出一些相对有价值的，然后又比较创新性的东西出来。有时候可能就怎么也跳不出那个思维的那个坑来。浓浓的自卑感呀，师兄好强，我好菜。你这几个同学头发都挺多的呀。对，其实不同的人来看待科研，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在和一个师姐聊的时候，她跟我讲，她在进入科研之前，她的小愿望很简单，就是拿一个诺奖。这可不是个小愿望。当他真正进入科研之后，他发现，哎呀，原来自己是一个师姐宝，就是天天跟在师姐后边，师姐这个怎么，师姐那个怎么，就是这样。我马上就要进入研究生阶段了嘛，所以我想请问王院士，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科研？我们平时都看《西游记》，为什么能够到西天能取得真经？就是因为唐僧这个领导者，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一路向西去取经。他几个徒弟都没有这个素质，啊，包括最有本事的孙悟空，啊，一有不合就撤，啊，但唐僧的话，他有这个信念，所以他们经过了99、81难，才会达到胜利的彼岸。我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要搞不懂的事情，我说我一定要去把它刨根问底，啊，解一个方程的啊这个边界条件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文献，但是那文献写的非常的不清楚。后来我就找到了啊这个写这个论文的作者，他那时候啊离我们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这个我就驾车专门去请教那位老师啊，学会去克服这些困难，我觉得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啊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科研工作者。先拿个诺奖再说吧。谢谢老师。大老师，我觉得您就非常适合做科研，因为您的想象力特别丰富，思维非常的开阔。我真的是被文科人耽误了，理科人啊，我是被文科人耽误了。但是想象力很重要，好奇心和想象力这两者如果在你身上都有的话，那真的是恭喜你，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嗯，幸福的人。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四位好运青年带来的各自的问题。接下来王院士也要带给我们几个问题，来看一看各位对于一些空间科学的基本常识是否了解。好，第一道题，太阳大概多久爆发一次？是什么爆发？太阳的活动的，叫做太阳爆发的各种。对。A 每8分钟 ，B 每天 ，C 每11年。大小爆发都算。都算。太阳脾气反正不好，我知道，脾气不太好。大家都选一下啊，然后我首先听一下你的答案。我选的 A 每8分钟，因为我觉得太阳吧，它可能就是像萨老师说的脾气不太好，它周围的粒子可能时不时的运动一下，之间碰撞一下，它就算是一个小爆发。我们对太阳爆发是有个定义的，这个一种太阳爆发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这个太阳耀斑的时间，嗯，第二种就是我们日冕物质抛射时间，所以我们要构上这些爆发的事件，嗯，才能算一次爆发的活动。但是您想，在地球上现在能用上爆发的一般只有火山了。你不能说你再震个脚再算活动，那不算。那每8分钟是不是有点太频繁？嗯，我觉得可能是每天按照这样的话。你坚定一点行不行？我一个文科生跟着你们在这后边，你的答案是？嗯，我选了 C 每11年。因为我做了功课，就是大的爆发嘛，就是太阳的活动周期就是每11年，就是可能会对地球都带来
很严重的影响的这种。对，我先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选项的，选 C 的占了80%，选 B 的一个没有，选 A 的还有20%，那我就选 B 吧。宣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太阳有11年的周期，你们都知道。嗯。啊，有太阳的这个丰年，那也就是我们太阳爆发比较频繁的时候。嗯哼。那差不多平均，一天能爆发4次。但是呢，也有在太阳低年的时候，它的爆发的频率就非常的少，大致是4天才爆发一次。平均下来，应该是。每天天的量级，所以 B 是正确的答案。恭喜萨老师！不要恭喜我，恭喜大家全都成功的避开了正确答案，没有一个选 B。8分钟也确实有点太猛了。好，还有一题。有一颗卫星要来看一看我们地球空间长什么样，这个星的名称是 A 微笑卫星， B 后羿卫星， C 鸟瞰卫星。大家自己考虑，自己琢磨。你选的是 C 鸟瞰。我也是 C 鸟瞰。微笑卫星。相信我。但也有可能是后羿，因为好多中国的卫星都是一些神话人物，但是它好多都是有联系，跟它要执行的任务是有关联的。你比如悟空，它是探测暗物质，你再仔细琢磨那个中间的那种联系很有意思。悟空感悟到一个太空，看一下那个比例，选鸟看的有78%。只有11%选了微笑，11%选了后羿，鸟瞰占了78%。那可不是嘛，一说看地球空间，卫星在空中看地球空间，那不就像鸟瞰一样的这个？但实际上正确答案是 A， 真的是微笑。所以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到这里来争名。如果到这来争名，我就必须得选继续选鸟瞰。所以为什么叫微笑呢？嗯，在我们的这个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对我们地球空间照过相，成过相，这是第一次。哦，笑一个笑一个。当时呢，这个 smile 是我提出来的。为什么这么提呢？两个理由。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对地球空间成像，其实从我们学术上来讲啊，就是要了解太阳风，这就是 solar wind S。 哦，您是有一个一个字母，一个 S， 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意思的。地球的外层空间啊，就是磁层，就叫 magnetosphere。 所以 M 就出来了。然后跟我们磁层跟我们在地球空间的这个电离层 ionosphere， 爱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从不同的圈层它们之间相互联系。这很浪漫，这个link 就是相互的连接在一起嘛。后面就是探索者 explore。所以我取了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是说啊，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地球空间成像，所以地球空间应该 smile 啊。但是我们几个人投票的时候呢，我心里说，哎呀，这糟了，因为每个人都取了个名字，谁都会觉得我这个名字不错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投票肯定没有结果，因为每个人会给自己投一票。后来结果出乎我意料，5-0。全投了您，全投了我，因为您这个寓意一旦解读出来以后，我相信没有谁会反对，因为它确实既有科学的含义在里面，又有浪漫的，更有美好的愿望在里面。
谢谢王院士给我们带来的这几道题，一下子又拓展了我们对于空间科学的了解和好奇。哎呀，真是很期待接下来您要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您研究的这个领域还有多少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把讲台留给您，掌声有请王院士为我们开讲。和大家一样，我从小也喜欢看星星，也就像我们远古的先辈一样仰望星空。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但是我毫不犹豫的啊，就填写了空间物理。但进了大学之后，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星星为什么发亮，这并不是空间物理研究的范畴，而是天体物理研究的范畴。我应该选择天文学。那天文跟我们空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研究遥远的星星，研究庞大的星系，研究浩瀚的宇宙，这都是我们人类航天器不能到达的区域。而我们空间是我们航天器能够到达的区域啊。我们这个空间与我们的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我给了它四个字，叫做顶天立地。这个地就是我们的地球，这个天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宇宙。虽然我投入到这个研究的领域啊，有点误打误撞的味道，啊，但是我现在非常热爱我的研究的方向，无怨无悔。1957年，人类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我们进入到一个空间的时代，或者一个太空的时代。那就像我们的大气环境中有刮风下雨一样，我们在空间环境里面也有刮风下雨的现象。我们平时看到我们的太阳好像是一成不变，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在我们短光学的波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太阳上面会有一些剧烈的爆发活动。太阳发生了这些爆发活动之后，它会对我们地球空间形成三轮打击。第一轮打击就是我们的太阳耀斑，就像我们太阳上的闪电，它经过8分多钟就能够轰击到我们地球，也是我们的电离层，它的浓度会突然的这个增加。我们的导航卫星，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北斗卫星，这个信号的话都要经过这个电离层。如果电离层受到一些变化的活动，那就对我们的这些导航的这个精度要产生影响。但是你们知道一次大的电离层扰动能带来多大的误差吗？大致就是要达到300米的误差。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主路上还是在辅路上，你要高速出口也许就会出错一个口。所以这是我们太阳对我们地球的第一轮轰击。第一轮轰击之后，我们迎来的就是高能粒子在几十分钟之后对我们地球空间的第二轮打击，对我们运行在我们空间的航天器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在2007年啊，嫦娥一号绕到我们的月球啊进行。
地面的这些长距离的输电电网产生了很强的感生电流，把我们的变压器给击毁了，所以我们的太阳活动会引起我们空间天气的一个现象，啊，对我们的人类的生活都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空间天气的源头在哪？在太阳。夸父一号的科学目标叫一磁两报，一磁就是太阳的磁场，两报就是跟我刚才提到的啊，闪电太阳耀斑，暴雨日冕物质抛射事件。所以我们要监测空间天气的源头，太阳上的闪电、狂风暴雨吹到地球上的时候，那我们的地球会不会突然淋得全身透了呢？不一定。为什么？非常幸运的是啊，我们地球有我们自己的地球的磁场，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保护伞，保护了我们地球空间，为我们遮风挡雨。你们是不是非常的好奇，为什么我们地球上都是生机盎然，而我们的火星是在我们太阳系当中最像地球的一个行星，也算我们的兄弟姐妹吧。遨游太空，能够到月球上去旅游，请关注空间天气，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掌声感谢黄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最后一句是广告，请关注空间天气。
但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故事当中，很多的这些细节确实再一次丰富了我们对于空间科学的认知。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通过网络发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请问王院士，如今当您用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步揭开空间科学的真实的面纱，这时候您还会有当初小时候对星空的那种好奇、想象和向往吗？应该来讲，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进步，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也许引来了更多的问题，所以探索永无止境。就越是真实的宇宙或者是空间摆在您的面前，它恰恰带来了越多需要您去跋涉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科学家的幸福就是在探索的路上不断的跋涉，去征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再次把掌声送给王院士，送给我们的空间科学家。谢谢，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开讲，下一期再见。夸父逐日这样的神话故事从没能躲开我们浪漫的中国科学家的眼睛。今天我们将要介绍的一颗卫星名字就叫夸父一号。掌声有请王室。为什么要发射一颗卫星看太阳呢？太空环境不是一成不变，只是你感受不到，但是我们运行在这个高度的寒天气会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环境的变化，我们就把它形象地称为空间天气。太阳活动是空间天气的源头，所以它也在研究空间天气。太阳风不会有在地面上这种风吹过来的感觉是吧？对，就来自于我们太阳的高速粒子，像风吹过来一样，你感觉不到，我们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会感觉得到的。极光跟太阳风有关系吗？太阳风的粒子能够进入到极区的大气层，大气分子激发到激发态，能量一释放就是五彩缤纷的极光。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太阳风。卫星在天上源源不断地发回各种各样的科学的数据，支撑着研究一点一点地解开宇宙之谜。这就是科学家的幸福。我们这个空间，我给了它四个字：顶天立地。地就是地球，天就是宇宙。地球是我们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当中，我们会走出地球空间，走向太阳系的边际。人类的未来征程就是星辰大海。